来到了新春夜市，这里可以让大家方便选购拜天空物品。拜天宫如源自明朝传说，明朝是一年的农历新年，倭寇在福建如源海一带抢夺财物，乡民父老携幼逃命。而那天正是大年初九，逃出生天的乡民都认为这是天公救命，于是每年的大年初九凌晨便开始祭拜天公，以谢救命之恩。拜天公正月月初九一般是正月月初八晚上进行，是闽南人最重视的节日，海南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闽南人聚集地。临近节日，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，制作龟、发鼎作为供品。红龟呈龟红色，打龟甲印象征长寿。节日前夕，全家老少必须守寿到午夜。节日当天早晨，各家纷纷燃起鞭炮，向天公磕头作揖，希望天公保佑人寿年丰，四季平安，身体健康。Later， 喷洗地上了，准备拜天空。把食物搬到神座上去，先来第一发发到家，
Provider 的第一年还有两年，过了今天还有两年。